我们最后五分钟要介绍一下这个叫做 APowerSoft 哦，就是一个免费的线上萤幕录影。那么您可以进到我们的这边。OneNote 在除了可以从这边，也可以从哪里？如果你进到这个教材，直接点这里，有没有可以直接跳？也可以哈，所以不一定说一定要那个哦。来，你往下走，应该看到一个叫做这里，有没有最轻量的？因为最没有负担。点下去，好，我了解。那么您看到这边，它这个是线上的，所以您就可以直接从这里这个网址进去就好。那第一次的时候会有装一个小小的启动器，第一次哈，所以你看一下，我按开始录制。你不要下载桌上版本哦，桌上版本是就是试用30天的哈，功能比较多没有错，但是就是。它是属于付费的，我们就用线上的就好。它其实线上的有没有一个下载启动器？好 ，OK， 有没有？只有一点点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点一下，把它执行，把它执行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现在呢，它会开始 update 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可以线上录了。那有顺便回应一下老师刚刚提到的，因为我们刚原本那套软体是不是只能录全幕？嗯，这里你随便你啦，你要录多大自己觉得，可以自己选择就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可以自己选择录多大？当然我们刚刚讲过，一般来讲的话，这边有标准尺寸。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要第一题要考那个的吧？因为我们录影。我们会希望老师录下来的影片是所谓的标准规格，而不是说自己框一个区域然后就录，因为这样子你在一般影片上看的时候你就会有黑边，可是如果你是标准的那个比例，那就是全萤幕的就会比较 OK 一点。所以假设我录1280×720，我就按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呢你先看一下这边麦克风的部分有没有，你要不要录麦克风，还是只有系统声音？假设我两个都要录，你就这个勾起来，假设我说麦克风我就勾这个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这边哦，你可以选择只录摄影机哦，也可以录萤幕，有没有？预设是萤幕了，预设是萤幕，所以我就按下去啦。好，他有告诉你快速键的，对不对？ Ctrl 加什么？老师不要靠近我，放大，有没有 Ctrl F7？ 哎，所以万一如果没有出现的话，你在那个，那因为我现在不是录全萤幕嘛，所以那个工具列都会有，它会开始倒数啦。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个工具列？有。嗯，那这个你也可以搬位置了哈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录影了呢。你看，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出现可以吗？啊？对对对，录我的萤幕，录我的萤幕。嘿，如果你现在想要那个。想要把自己出现可以吗？可以。不用用刚那软体，这里就有。你直接切换。我想借用它，啊，等一下，因为这个现在正在用，我要先关掉一下。哎，你就可以想要出现就出现，想要收起来就收起来，这样你了解吗？嗨、oh. ，那你想要摆哪里你就自己摆哪里，有没有这样更灵活一点？对不对？啊，同学，我讲解完了、哦，拜拜。关掉 ，B 帮你准备好了。哎，我们今天就是上哪一个主题，就是这个啦，这支笔，对不对？大小啊，用这支好箭头的，大一点，好。按下去，哎，没有，没有按到，这一支。按下去，正常应该这个按下去会变箭头啦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。好，就是你这些笔这些功能，比如说我要矩形的，我在这边有没有？哎，就可以用啦。那这个笔就等于说我要录影的时候才会出现。当然，如果你不要用它的笔，你可不可以搭配这支？反正荧幕上的都可以看得到，代表就都录得到。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就把它停了，已经录快2分钟喽。你也可以随时暂停一下。刚刚那软体都不能暂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没有错误的机会。
这个软体可以，你可以先暂停。那假设已经 OK 的，我就勾起来。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个工具？那这个你也可以发挥自然哦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录影了呢。你看，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出现，可以吗？我跳到后面。摆哪里就是一。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游标还会亮亮的？有没有这样子灵活一点？有注意到吗？有一个黄色的在这里。好，东西我讲解完了，拜拜。有看到的吧？关掉。这样游标这边很清楚。帮你准备好的。那最后呢？如果你觉得这样 OK 的，他会先给你预览一下。最后你觉得 OK 的，在这里有没有可以保存为影片，甚至变成 GIF？ 如果万一你真的要剪接，你就说不好意思，我刚好录错。它有剪这样的剪接功能，有剪接功能。所以你知道我部落格上的那个 GIF 怎么弄吗？就这样转一下就好了，不然一张一张拍，再来转成 GIF， 手也会累的。好，假设我变成影片，我给你看一下，预设是 MP4， 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档案其实也蛮小的哈，所以我在这边把它变成这个，我就放到这边来哈。像一般的录影软体，大部分都是事后才决定什么，决定档名啊。有没有？这里可以决定档案名称。对不对？好，我先把它储存。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录完一段影片要有这个动作。我现在刚刚一直录到现在的没有这个困扰，录完就 OK 了。这是我喜欢它的原因。哎，好，有没有 OK 的哈？那我就完成。现在呢，我就离开它喽，把它关掉。如果你不录了，有没有？天空放晴了，就不录了嘛。天空放晴不是这个吗？这样好像没有很冷嘛，哦，今天还好。OK， 来关掉，有没有就离开了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刚两分多钟，哎，大概录了多大呢？在这里有没有三 mega 左右？哎，好，你可以自己决定啊，只是预设只是在我的文件夹里面。哎，就是我们刚汇出的时候，好，汇出的时候，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你看一下，测试的先不管它，我先丢掉。你看我们今天两个多小时，两个小时不到了，好，有没有才300多？因为我们今天萤幕比较大，1920嘛，所以这样带回家难不难？不难。OK，